辛芷蕾借隙强吻陈坤，陈坤被吓到躲开。辛芷蕾，我控制不住。输赢中，陈坤所饰演了个性张扬的技术男周瑞，与辛芷蕾饰演了外冷内热的销售女王洛嘉，两人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逐渐生出感情，相爱相杀的场面让观众直呼过瘾。一次采访中，辛芷蕾被问和陈坤合作输赢时发生过最搞笑事是啥，辛芷蕾耿直地回应，第一次与陈坤拍吻戏，在主持人好奇的追问下，辛芷蕾坦言这场吻戏是不寻常的吻戏，剧本原先是没有的，是自己在没有经过陈坤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加上去的。由于剧本没有这一出，在辛芷蕾主动吻上去时，陈坤本能的后退躲避，却被辛芷蕾按住一顿狂亲。由于陈坤的反应太过真实搞笑，才会给辛芷蕾留下深刻印象。辛芷蕾的演技是公认的认真，为了更好的还原角色当下心境，才会擅自加吻戏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便是陈坤的美色。辛芷蕾直呼控制不住自己，陈坤的帅气是群内出了名的，作为内地中生代男演员的颜值杠把子，一直霸占着冻龄男神头衔，颜值秒杀当红鲜肉吊打女主等醒目字眼，也难怪让辛芷蕾有些失控了。大家喜欢大大咧咧的辛芷蕾和颜值担当的陈坤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